天这么热，送你吧。没事，反正顺路嘛。要从哪里走？你有病吗？对不起大哥，不要帮我。对不起大哥。不是，就他一点。巧巧合，绝对的巧合。好吧，叫小倩。宁采华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哎，真的？对，刚才我是骗你的。知道什么事吧？碰不了，碰匪夷。不哥，和一块好好说吧，一块好好说。好，我跟你好好说。你小子欠我的高利贷什么时候还？不是，彪哥，下个月。什么？下个月我一定还你们。下个月确实没钱了。哦，没钱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给你两天时间。如果两天之后再不还钱，小心你的狗腿！听着了吗？走，听着。别吧，慢走啊，哥哥慢走。彪哥，为什么不弄死他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咱好不容易逮着回，还不到时候。那咱什么时候去弄死他？咱明天晚上就去他家，他要是再不还钱。如果两天之后再不还钱，小心你的狗腿！听着了吗？老板，哎呀，给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叫我老板娘。老板娘，那个，我能不能先预支一下下个月的工资？哎呦，下下个月的工资，那我能不能预支一下下个月的工资？采华呀。
是之前呀，晚上来我家陪我。你有晚上来找我。喂，杨哥，对，是我，最近也比较忙，没和您联系。那个有事儿想和您说一下，就是最近您手头有没有富裕的钱借我点？不，不多，几千块钱就行。好，行。行，那我下班在门口等您。谢谢你了，杨哥。对，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立刻就还你。啊，谢谢啊。杨哥，麻烦您了。麻烦什么？咱都老伤，没事啊。你看我也就这么多钱了，你拿着吧。行，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立刻就还给你。没事，啊，说，谢谢了，杨哥。
我说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原来你家有客人啊！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刚才他还说要跟美女约会呢，这正说着你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？是吗？哎，这来都来了，怎么也得喝杯水再走吧？啊，小狗，把美女请进来。哎，哎，哎，坐坐，来。小狗。嗯。去看有没有喝的。好。来点刺激的。对对吧？你小倩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就别喝了。上什么班？喝两杯再走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没得回去。过两天再来找你拿钱，啊？退了。你姓张，你叫张小狗。哥哥，这啥来着？这怎么的？我先说呀！啊，你想的想什么呢？啊，你说呢？这几年怎么？
到时候啊，走。Thank you.
你不容易被发现。你自己把他埋了吧。岳哥，我自己我。告诉我，今天的事，你要说出去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我不会说出去，但是我，我再警告你啊，如果你把我们都怎么样啊，我们就把你一起埋了，都埋了。
这个小倩回来了没有？小倩，谁是小倩啊？就是对面那儿的，头发长长的，眼睛大大的。他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。你说是欠我房费一个多月了，你说是到哪去了？东西也在，就是不见人。再不回来，我就租给别人。把它放到枕头底下，一定要枕满一个月，方可消此大劫。什么劫？这道灵符是天师开光的灵符，放心用电，切记，一定要放到枕头底下，用满一个月。那是他怎么？我们出家人呀、不谈钱，只谈缘。给我200元。那是施主请见。谢大师。施主，一定是被饿了，请别吓我了。还是我不相信你。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不是，有灵符一道，还去防身便可。得了吧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快来找我干啥呀？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你还会相信世界上有鬼？真的？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怂？我说这个东西，你怎么不相信我？什么？没事了。
喂，张姐，是我，彩华，那个，你找个人过来陪我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找个人过来就行，随便。对，现在，尽快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你陪我坐一会儿好不好？那我怎么好意思收你钱呢？赶紧的吧，来。没关系，你陪我坐一会儿。Ah!
这小妹妹长得真俊啊。哎呀，真没错，不错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摇人儿，摇人儿。哎呦。嗯，这妹子，嗯，现在你说什么？小狗死了？被你老千杀死的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赶紧过来一趟吧。好好好好好好，你等着我啊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啊。行。小狗死了。小狗，小狗，来了，小狗。相信有鬼，因为相信你是这样的，这个不吓死人了，就在我家躺着，现在真的假的？就在我家。那我这次可有钱了啊！我给你钱。怎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？这又被干嘛？吓死！冤有头。债有主，大嘴一小嘴的都三缺。哎呀，我是添一张一百块呢。一只乌啊，是阴气太重了。我告诉你，有死人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哪里走？啊！他来了。你到底和他有什么冤仇？他非杀你不可。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不知道，我真帮不了你。是因为叫顾小倩。Thank you.
尸体埋在什么地方，快带我去看看。树林里，走。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，快点，快点。这么久了，这么久了，该好好的，一定杀了不少人。对，之前有很多男人都在家里去，他牺牲了男人的勇气，我们把尸体抱回了公司。女人本来就是一，又埋在月亮照到的地方，他吸收了月亮的勇气，所以啊，我们把你才会如此之痛。如果他再继续吸收男人的勇气，阴阳调和。可以怎么样？他就会有属于闷死身体之内，只要破了他的怨气，现在怎么办？破尸。你没事吧？你去哪儿？